接下来那道题就考验你们彼此之间的默契了，你要加入我们的嘉宾队当中。好，好。来，请狒狒拿上本轮题目。也不好演，因为是一个人。来，传递开始。这么快？啊哈，两个字，兴高采烈来，然后不见了。分手。你要加动作啊，大姐啊。两个字，两个字。是看到我恶心吗？这是。是恶心吗？不是，是呀。一看到我就啊，然后就望向远方。哦。嗯。就宁可不看，我也看向远方。这个还有个这个，啪，掰碎了是吗？几个字儿？俩字儿，俩字儿啊！要加动作啊，加上自己的理解之后的动作啊。加上自己的理解，好好。哇，好活泼！几个字啊？开始了！妈呀！妈呀！啥玩意儿？这家伙还挺有舞台感，你给谁看的呀？我得往前，往前演。这是我的动作啊，这是我加的动作啊，你加的动作就是啊。这前面这一出是啥呀？损色。这啥？心碎了吗？这宝哥加的动作。我觉得所有动作都他自己加的。一开始跳就像他自个儿加的。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演啊。你们俩猜一下，两个字儿吧。两个字儿，心碎了嘛，对吧？心碎了，哭了，跑出去了。本来两个人挺好的，你觉得呢？也不失恋。见过这样的？不是，刚才你们说什么？失恋，有点像失恋。回答正确。哇，厉害！哇塞，厉害，可以。挑战成功了，特别累，给自己准备了。那个 A 法宝，补充一下体力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题，混合抢答。来，狒狒，请出题。哈哈，是你的梦想，是我的梦想。来，传递开始。三个字。啥玩意儿啊？这是螃蟹啊！哎！哇！哦，彩票，彩票，买彩票！给我们留点空间行吗？三个字，三个字啊！我只能演前面了。电视，看电视。啥呀？什么？哇！啊，我知道了。猜出来吗？ Okay, 我猜出来了。Okay. 来吧，三个字啊。啊，三个字。哎，重点看我的反应啊！
再来一遍，快，要快，要快。啊，看着了，看着了。好，重要看我的反应啊。啊啊。三个字啊！中彩票，中！我刚想说中奖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我跟你说，我这一棒很关键，知道吗？宝哥，宝哥，友情提示一下，通过你精湛的演技，对面拿一分。我爱。啊，对呀，啊，可不。我想到了，我嘴慢。我现在等于是帮他们的嘛，可不嘛。哎呀，这轮糖糖拿了一分，最终的结果是打平。其实说到文物，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啊，每次进到博物馆呢，可能都会产生一种幻想，就是幻想着如果这些文物活过来会怎样。那今天有两位就要帮我们来实现这个幻想了，有请王牌家族的小童和小宋为我们合作带来一个创意秀神奇。优萃有机奶粉，中国妈妈王牌之选，欢迎进入更好吸收的优萃有机奶粉王牌时刻。世界没中间有个红点，走下这初恋，时间在倒回，我们俩穿着不下听着翻越，还想着是幻觉，奇怪的语言，这生活快快几乎碎碎念难念。转我经历了悲喜，哦，转有你啊的信念，我的爱从哪里回来？时光慢慢慢，你回到过去，让我转，我经历了悲喜，哦，熟悉。时光慢慢慢，你会转。回到过去，让我转，又回到了这里，好伤心。谢谢小童。